马来西亚雪兰莪慈济志工在静思书圈举办了新春联谊，当地著名的歌手杨伟汉演唱改编的老歌和民谣，和大家同乐。熟悉的旋律，悦耳的歌声，唱的人欢喜，听的人也开心。讲起很多，尤其是他唱那些旧歌，可能我跟他的时代是蛮相似的。雪兰莪慈济志工举办新春联谊活动，当地歌手杨伟汉以志工法亲的身份来参加，唱作俱佳，也不忘分享他对佛法的了解。借助这样的一种比较软性的一种娱乐呢，让大家呢暂时能够充电，忘却一些烦恼了。金丝书轩歌咏团则是上台演出手语歌曲，人人都能朗朗上口。有些东西我看到也是会感动的，每个人都这么热心，这么善心，这么慈悲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活动中，我们都没有见到这些师兄姐，只有在这个联谊我们才有机会见面哦。那么大家可以，这样互相关怀，把握相聚的时光，相互问候，彼此也更加亲近。大爱新闻傅汉成、邢薇薇，马来西亚报道。